今天群联买了中祥自然脑炎的蔬菜苏打饼和紫菜苏打饼，我们就两款来切看看吧。首先这两款包装里面长这样，每包里面各有18片苏打饼。我先吃蔬菜苏打饼，虽然名叫蔬菜，但成分表内跟蔬菜相关的成分只有青葱，其实就是青葱苏打饼。青葱跟咸味的苏打饼蛮搭的，让我联想到葱油饼。但蔬菜苏打是没到那么葱，就一点点青葱增添风味而已。喜欢葱味的话，现在麦当劳还有葱辣口味的摇摇薯条，味道就还蛮葱的，可以看下方链接。接着吃紫菜苏打饼，成分跟刚刚的蔬菜苏打饼就差在多了紫菜而已。如果你有喝过便当店那种紫菜蛋花汤，那完全可以想象紫菜的风味。整体就是在咸味苏打饼上增加了些许青葱紫菜味，这样感觉两款都是适合家中常备的便宜基本款饼干。成分表看起来也比乐事那些饼干单纯。订阅本频道还有1000多种零食心得哦。